老板也太烦了，偏要开什么会，搞得这么晚，我有点害怕。嘿，美女，一个人啊？你谁啊？没有，我看你一个人很危险，我陪你走吧。不必了，你走开吧。哎，客气啥？我叫你走开，听到没？挺嚣张啊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他让你走开，听到没？关你什么事啊，兔崽子？嗯，你是吸血鬼，给我等着。终于到家了，他刚刚救我了，好感动啊。想起来那个流氓跑的时候喊他什么？吸血鬼？臭混蛋，给我出来。是你，放开我。我怎么在这儿？他们趁我出门的时候把你抓来了。你怎么样了？可能要死了吧。别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我是吸血鬼，刚刚和猎魔人战斗耗尽了血气。我管你是什么，我只想救你。是不是只要吸血就能救你？来咬我吧。这样你也会成吸血鬼的。我不管，我只要你活着。你不懂，吸血鬼太孤独了。